人气男团 SHINee 日前在首尔连办三天演唱会，其中忙内成员泰明这次被捕捉到节食腹肌好身材，引起网友们疯传。泰明零赘肉的腰身和冰块腹肌让人很难联想，他四月初退伍时还开直播跟大家说自己胖了许多。이제는젖살이라고도뭐표현을할수가없네。当时不少闪窝们觉得泰明肉肉脸很可爱，四月底开见面会时还曾被拍到微肉的肚子，但泰明才花两个月就瘦身成功，在演唱会上展露好身材，让不少网友感到敬佩。当演唱会进行到新歌 Juice 的舞台时，泰明扯上衣的舞姿完全秀出巧克力腹肌，让台下闪窝眼睛享福，尖叫连连。而泰明的腹肌影片在网上传开后，也让不少粉丝纷纷留言表示